我觉得你刚才第一轮的那个创作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惊为天人。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得名哦，我代表这个台湾的环球唱片公司，如果你愿意折扣卖给我们一首歌的话，我想买你第一首歌去啊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Martin 马，我的中文名叫马卓，现在住在亚特兰大，这个我的学校是佐治亚理工学院。我在这儿读航天航空工程系，我15岁的时候是跟随我的母亲移民到美国，然后现在我21岁。一直往南方开，不会太久。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，你回家了，我在等你呢。我当时知道美国大学生这个比赛呢，是我妈妈告诉我的，因为我平时就非常喜欢唱歌嘛，我妈妈也是我最大的歌迷，她觉得美国大学生这个比赛就非常适合我，因为这个是第一个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歌唱比赛。我当时参加了网络 PK 赛，后来又晋级到这个美东争霸赛，大家唱的歌也都让我非常感觉有共鸣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想参加中国办的歌唱比赛的，但是很多中国的比赛不收海外的选手。吃掉月亮，一口一口，你喝下第三杯酒，说你要跟着我走，说你要跟着我走，今天走。山城的酒，喝不完山城的酒。第三名的季军是 Martin 马，391分，恭喜他，Martin 马，恭喜。他将获得奖杯以及1000元的奖金，恭喜他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我这次得季军呢，我是其实非常意外的，因为啊，这是我的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就是参加这么大的一个歌唱比赛。我说我会在街对面等你，说得太不小心，没想到别说光年，就连地球的直径我们都无能为力。那年我说我会在街对面等你，说得太美太透明，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个机场的橱窗都透着街灯昏黄的倒影。我觉得呢，比赛结束之后呢，主要是在音乐上给了我非常多的信心，并且呢，这个也是在2017年让我感觉最快乐的一件事儿，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参加美东争霸赛，和我参加总决赛的状态是明显不一样的。我们学校有一个 Student Center 啦，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Live House 的场地。我们这儿每周四都会有 open mic， 我也给自己开了一场像台湾歌手张悬的吴歌丹的这种演唱会。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航空航天工程，之后我还是比较想做民航设计飞机或者是民用卫星这样的工作。但是实际上我最想的是在学校做教授，因为我爸妈都是老师，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教书。并且我现在也是学校的助教，我对自己做助教的要求标准是非常高的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Martin， 祝2018年美国大学生圆满成功，我在这里等你，说着我们擦肩的美丽，说着也许我们注定不会有交集，说着你对我的意义，那是如烟的曾经。其实我这里也有街灯的昏暗。